注意看，眼前这个俊朗的男人叫小李，他的职业是一名主播，然而其实他还是一名满怀梦想的冒险家。他带着助理小旺消失了一周，竟是为了去完成某个神秘挑战。那么他们究竟能否突破重重困难，顺利完成目标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现在在新加坡，然后准备去跟宝洁开会，然后晚上吃饭，去做秘密的事情。来新加坡，你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儿吗？我想去那个，老虎头，狮子头。重新说，我想去那个狮子头鱼尾的那个喷泉那边啊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就是那个怎么叫它啊，然后那个水边啊。相对于今天装扮，我觉得旺旺反而穿的更那个。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是老师跟我们说，今天晚上的局是非常那种隆重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去那个时尚组，我找了一个下午的衣服，结果李佳琦穿的这么的随意，我穿的这么……我没有，我哪里随意？休闲吧，我没有休闲、正式休闲。我以为你会穿那种大西装、系领带，然后白衬衫。那是老头才会做的事情。跟老头说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各位有钱的老头。你真的很像卖保险的。嗨嗨，今天真的，我跟黑姐感觉两个卖保险的。我在那边等你，然后就是。哇哦。对，我们刚刚其实以为你们会从那边来的。对。Hello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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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可以跟你的全球后援团。哇、wow, ，Hello Hello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是真的认识李佳琦吗？Welcome, Jati and Wang Wang, to Singapore Innovation Center. SGIC plays a unique role amongst our five global sites. 老板帮我们翻译一下。我只听到了第一句，听懂了。欢迎旺旺跟佳琪。是的，再次欢迎。我每天跟品牌方开会都是这样，我每天很累，我每天下午脑袋都要爆炸，我晚上还要直播。我现在已经到了吃榴莲，之前在店里面吃的一个水果摊，但是那里水果非常多，好有趣哦！看看到底榴莲到底有多好吃。这也太榴莲了吧！我跟你说，真的跟国内吃的榴莲完全不一样，更糯，然后它真的是齁甜。所以这个品种叫什么？猫山王。猫山王哦，原来你就是猫山王。忙碌了一下午的李师傅终于品尝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各种水果。猫山王榴莲软糯味甜，椰汁清冽爽口，拿起一大片西瓜轻轻用门牙啃下一块，沁人的清香扑鼻而来，甜甜的汁水溢满了嘴巴，流进心里，把正在加班的后期小哥都馋哭了。 Tomorrow。我们一会儿去干嘛呀？上学，今天有四节课，从早上8点上到晚上6点，比直播还要累。对，今天是新加坡的最后一天，这次真的太匆忙。希望7月份可以再来的时候，皮肤学大会再来好好的玩一玩。他们花了17年的时间在做一个课题，我觉得做品牌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大家都会放弃，连试用者你都会联系不上，他们在一直坚持做17年这件事。就做一个品牌出来是很简单，但是你把它做好真的太难了。所以你想做品牌吗？我想做啊，但是我没有时间，所以等我自己有大把时间可以花在品牌上的时候，我才会去做我的品牌。好累啊，真的24小时把别人3天的工作做完了。确实，因为整个行程都特别的满，我也没想到原来一天过得这么快，还干了这么多事儿。泰国呀，泰国的方向还是以拍广告跟素颜为主吧。旺旺，你在泰国有没有想做的事？泰国应该有他的很多回忆吧。我在泰国有什么想做的事？想去泳池。开玩笑了，其实是可以的。不可以，你去了，我跟你说了，就你不用回公司了。好，那我们泰国见，拜拜。
现在去拍摄啊。李佳琦，我教你，最后你要跟老师们说辛苦的事。那么乖，那哈。我绝对不相信这是标准的发音。哎，是不是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那么乖，那哈。那么乖，那哈。就是状态怎么样？今天完全不行，我一大声说话就接不上气。别让我吐了，看看可以吧？滚了，吃饭呀！那你自己刷不到吗？刷得到啊。那你会看完吗？不看，大家不要对这种假的那么上头。Hello， 萨瓦迪卡，We want looking for red rice。Red 就是yellow 啊 ，blue 啊 ，red 呀，re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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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不是要表情管理一下？不吃不吃。No。Rice。Oh， red rice。Yeah。哈哈哈哈累死我了，感觉我们那个照片出来，很多人会问我们这个景点在哪里，结果它不是一个景点，就那个房子的照片很好看。我们拍完 Mist 的广告喽，走了。